大家好，这边的话就是西安最大的城中村，吉祥村，都在城中村转一圈。这两三天都是下大雨，很大的雨，你看一下，哇！下雨没什么人在城中村里面呀。小路，肉夹馍。这个城中村非常热闹的，但是因为今天下雨的话，他们没生意，跟你讲。哇，我的雨伞也漏雨，哇，送厕所1块钱。这是城中村送厕所还要1块钱。是吧？有可能是上面写的是，有可能是私人经营的厕所，因为一般的话，公共厕所的话都免费的。没什么人。这里面都是一些宾馆。地上脏得要死，哇，那宾馆的一排哪里一家接着一家，你看一下。既然是城中村，那肯定是基本上都是外来工作的这边嘛，是不是？这么大。连续下几天的暴雨的话，可能又有水渣了，你看一下，是吧？这个城中村应该确实非常的发达，是吧？因为这边的话租房子会比较便宜嘛，是吧？外来工啊，那些农民工啊，都喜欢在城中村里面租房子的，无论是租房子还是吃饭，啊，住宿消费都会比较低一点。此处免进大小便啊，问字绝声啊。有可能半夜的时候有人喝了酒的话，他肯定是随地大小便了。全部都是宾馆。嗯。行车打了一地。洗吹15块钱，洗吹减20块，19.4块。我这边直直的走上这家，这样子遮过来捞一圈。
香肉夹馍。很多店面都没开，因为下雨的话肯定是没生意嘛。这个城中村的话，蛇龙混杂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拍视频的话要非常小心的。猪条，流量卡，38块钱110G，所以中国用流量的话非常的贵人。38块钱才110G，你喜欢玩游戏看看视频的话，两下就没有了，是吧？做生意的最怕下雨，下雨的话没生意做了，是吧？下雨的话很多人都不出来。你看一下，我下雨我出来拍视频的，我都穿着拖鞋，你看一下，穿着拖鞋裤子捏起来，是吧？穿鞋子的话马上就打湿掉了。这个鸡雄村的话是那个西安市最大的城中村嘛，哇，确实非常的大，你看就我这个一条街道的话都要绕很久了。好像是有些地方都遭水渣了，所以说又进入那个雨季了。香辣豆豆浆，就这一条街道你看一下，它都要一直走一直走，走到上面去。个人的吃饭面9块10块12块15块，这边的消费你看一下基本上就10块钱左右了。烧子面13块，牛肉面。所以说这边的吃比那个西安市区里面就便宜太多了。那西安那些市中心的话，有些地方非常贵的。哇，这边就城中村，从这一头就出来了，然后从那一头穿过去的话又另外一条小巷，那这边就是大街了。也都鸡雄村挤在这，你看一下，那从这一头穿过去又是另外一个小巷了，这外面就是一条大街道了。前面一只猫，你看一下，我的路上都是积水，所以说今天穿拖鞋的话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你看一下。
很多水啊，这水都是排不出去嘛。鸡雄诚信商业街啊，这边也应该也属于城中村嘛。哦，哇，这边热闹多了呢，下雨都这么热闹，车都人多啊。你看这个水就在路面上转啊转啊，哇，车堵，水堵，水又堵了，下水道里面人又堵，你看这街道上都是水啊，哇，就像那个小溪一样，河流一样。幸好我今天穿的是拖鞋，是吧？我就一下想到这个，下雨天肯定会那个下水道排不出去的水，你看一下。他们穿鞋子的肯定要搞湿掉，像我的话，如果鞋子搞湿掉的话就很不方便了，是吧？因为我是睡在车上嘛。哇，哎呀，坏了，我的扇坏掉了，你看一下。这个扇的质量你看怎么这样子呢，全部过头都是裂掉了，你看一下，没办法用。哎呀，它这是天堂伞啊，天堂伞质量也不行啊，你看一下。哎呀，看一下哪里要买贵把伞，偏偏下雨的时候伞坏掉了。重新买了一把伞，你看一下，这么小的40块钱，哎呀，真的是，我平时我用的伞一般的话都是10多20块钱的，它这个的话40块钱，质量不知道怎么样的伞，你看一下，它没地方买呀，所以没办法，这么小也就买了。这边走进去的话又是城中村，哇，哎呀，他们就是脚上套着鞋，塑料套，那也是一个好办法。你看，这城中村里面都是积水。嗯，麻将。下雨天麻将都没人打了，推拿，我爸说这条巷子还是宾馆最多啊，哎，地上太湿了。哪一边走？宾馆跟吃的最多，在小巷里面。卤肉粉13块，生意暗了。都是足浴按摩店的都没开呀、啊，下雨天洗脚店都不开。
这里面两边都是按摩店。中午开的宠物保养。凉皮啊，手抓饼啊，修脚啊，注意啊。按摩店特别多，就是这个城中村啊，成人用品。可能因为下雨的原因，你看大部分周围店都没开门。是。所以说这个地方蛇龙混杂，但是我们要小心。不能让人家看出来你在偷视频的地方。是。行人稀稀疏疏的，你看，平时应该非常的热闹这个地方。小饼店。这个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了，看一下。是吧？往哪一头走？出出去。养兵馆。这个城中村会迷路啊，如果不看地图的话，等一下转来转去不知捞到哪一个方向去了。
很棒。宾馆，饭店，小吃店，食杂店，就这几样店最多的。铝笛子面。嫩鸡米饭，京东白条花呗 POS 机啊，不知道转到哪一个方向去了。在城中村买了一个这种菜夹馍，4块钱。肉夹馍的话就贵，最少要7-8块。菜夹馍4块，一个就可以吃饱，是吧？陕西的夹馍啊，要尝一下。走位老真的好。所以说来陕西的话，一定要尝一下这个。陕西的夹馍，一个是菜夹馍，一个是肉夹馍，哇！我最喜欢吃那个陕西的夹馍了。